系咪翻去研究幅相啊？可能佢话系咪做假幅啊嘛？可能好啦，走啦，未完成，咁喺边度啊？系咧，我都觉得未完成咧。你哋有冇觉得边度系未揿噶？我问下佢先。哎，有嘢睇啊，有嘢睇啊！受害者出现，你话俾我听咧，唔知道咧，格雷斯托克为什么当时喺嗰度？系啊，我唔知道啊。Q Q Q Q。电报啊，搜查令唔系锁匙，俱乐部照片又唔系啊？佢出封信俾佢啊嘛，系嘛？死啦！边个先啱啊？边个先啱啊？佢出现，佢咪 send 一封信俾佢嘅？封信讲咩？我惊揿错咋？浏览证据。有得禁忌原来封信呢电报扎尔斯爵士收到呢、這个死咗人呢想在颁奖礼之前来俱乐部的电报即是他一定是他是电报啦即是但是实际你是知道的他写了封信给你说有另外一个人来来访、哎、好啦好啦没错他引发了玛雅历法的丑闻So he wanted to see me before the ceremony, but I don't know exactly. 但系咧，我唔知道咧，佢究竟想做啲乜？我唔知佢提到另一个人可能，即系讲大话啦。你喺俱乐部咧，厨房都精美嘅收藏品，呢啲藏品咧都有一个共通点。所有人所有嘅物品都嚟自俱乐部嘅会员，死后捐赠，系咯，死后捐赠咯，但系都系已故嘅会员，包括格雷斯托先生。系啊，不过咧呢、這个俱乐部嘅规定咧，所有会员都同意死后将收藏捐赠俾我哋嘅。哦，杀佢就系为咗可能佢有啲收藏品。冇错啦，冇错。都杀佢嘅。黐线噶，原来杀人系为咗收藏品啊！咁点我哋依家去边啊？未完成喎、啊。好啦好啦好啦。睇幅相先咯。翻去先啦，翻去先啦。冇再即系冇再下一步证据嘅时候要翻去间屋度咯。冇错，好啦，翻去啦。好啦，翻到嚟啦，查一张相。咪又滴啲嘢落去。睇嚟咧有一部分封咗漆，我要睇下下边系啲乜嘢嚟嘅。系咪嗰啲滴管滴落？我需要移液器。滴啲嘢落去，滴一滴佢，滴滴，滴滴。Let's gently remove the paint. 用軟布抹咗佢。有個人喺度喎，邊位啊？特登封咗個人喎，好可疑喎。呢個邊個啊？死者啊？唔係啊，死者應該中間嗰個嘛。好，麦哥姐，1881年，仲有个人喎、啊，原来真相仲有个人。有咩帮到手？听我讲，有一个咧总抛眼嘅人咧，隐藏喺张相入边，存在住某种嘅争议。你睇下，可能啦。不过睇到咧，中南美洲发现一种罕见嘅热带病典型嘅症状喎，佢系。哦，南美洲。是不是致命的呢有机会活命的、哦、我应该问一问查尔斯博士、啊、看看什么事了有一家医院治疗这种病的热带疾病医院我有朋友在那里做哇华生你好靓的机会渺茫不过呢我会拜访他们的如果他在伦敦的话呢他们会发现他那我使不使去的还是你去得的了华生啊华生走了冲了去了好了，咁而家点咧？我有个咩做咧？好啦，我翻嚟啦，仲喺度睇啊！你哋睇够未啊？好啦，我发现咗张相，收埋咗个人喎、
係啦。我發現張相咧，你識唔識呢啲人？包括呢個總拋眼先生。哦，可憐嘅艾爾伯特，14年前咧，佢喺危地馬拉一次考察中死於高燒啊。當時咧，尋找呢一個瑪雅唔知咩神廟，唉，搞唔掂啊！我哋無法進入呢個神廟啊！探險隊遭遇麻煩啦，咁就然後咧，呢、這個就係、是、卡萊乜乜啦。然後仲有另一個會員，佢喺嗰邊啊，喺嗰度啫嘛。佢就係建造可怕雕像嘅人。第二個兇手可能係咩？第二個嫌疑犯喺嗰度。好啦，藏品喺邊度咧？艾爾伯特。佢是俱乐部会员喎，咁佢嘅收藏品喺边？我哋一直都揾唔到啊！哇，恐怖！咦，可以？个雕像唔通就系佢嘅藏品嚟嘅？唔知啊，体能探险，犯罪事实，探险犯罪事实，探险啊，毅力，真实嘅诅咒，德公乌曼嘅诅咒系真嘅，目标系探险队嘅队员。不存在诅咒，诅咒并不存在啊，只是人对事情的解读。梗系呢个啦，我系福尔摩斯、啊，信科学噶嘛，应该。好啦，机会，查尔斯爵士知道诅咒，佢有绝佳嘅机会。查尔斯爵士咧唔知道诅咒存在，佢冇机会成为凶手。我呢个唔知道、啊。上面嗰个啦，咁我先啦。哦，咁快可以定罪啦？但系个仲有出面仲有两个嘅。咁快嘅？出面咪仲有两个咩？不如揿入去睇睇咯。哦，好，我睇下先。好啦，佢就系凶手啦。佢利用咧诅咒嘅传说杀死咗呢个死者，然后咧，佢就获得死者嘅古董收藏品，只不过想利用到咧奔跑嘅雕像掩饰佢嘅罪行。好，睇下对面嗰个先。点睇个雕像唔会自己行啦，系嘛？一系就有人扮。系啦，一系有人扮。好，过去对面睇睇。就系呢个啦，就系呢个啦，样衰衰呢个。啊，你系咪伯纳德·玛丽先生啊？系啊，我系福尔摩斯。我想问问你，呢度太危险啦！我俾张名片你啦，你去揾我喺呢度睇睇，呢度倾倾啦。吓？点解呢度唔可以倾？要哦，佢系铸造厂董事哦，即系嗰个雕像。OK， 咁我而家去一去啦。那些像是假的，不过不值钱嘛，不知道是不是啊。 他其他都值钱的收藏古董嘛，但是为什么那些东西不值钱呢？他说那是就是买新那里的那个日那个什么玛雅日历呢，他作为这个奖品送出去，那其实那个玛雅日历是不是其实是复制品来的，真的那个不在这里，我估计调查完这个又应该真相大白了。好啦，到咗啦。佢唔系又要跟踪咩嗰啲系咪？要潜行。好似又唔使喎。好啦，地址系咩啊？唔好意思。冇得睇喎。好啦，直去就系啦，系嘛？地址系乜嘢啊？头先佢系咪俾咗张卡片我啊？有冇地址啊？有。我铸造厂八号格拉布街八号。O K 八号，我有八，知唔知八号喺边啊？搵到条街名先咧。啊，呢度呢度搵到啦，系咪呢度？睇呢边先。哦，呢度。基顿啊？我哋头先嗰个系咩街话？格拉布街。敲敲门，做紧嘢啊，唔可以开门啊！唔系呢个啦，咩街话？布咩话？格拉布街，呢个唔系啦。咁即系仲要行啦。佢唔会咁快俾你行到去嘅。Excuse me, where is Grub Street? I'm not entirely. 我唔知啊，好似喺山上面啦，离呢度唔系好远嘅啫。好啊，唔该晒。我可唔可以问下你喺边啊？好啦，佢坐咗傻，挂住读书。好啦，头先嗰度好似有得揿，试下揿，系咪得揿啊？
會被人打的，這是二號來的。出水擺樓梯啦，好得意啊，有曬語音的喎。當出你係有差。請問加波拉拉拉 ，I don't know。冇人知嘅。I don't know。啲入去咩啊 ？Possibly。I don't know。唔係呢度啦，應該入啦。I don't know。好啦，呢度克拉尼街，佢要上山嘅喎，嗰個人。好啦，冇得問嘅呢啲人。好，繼續去。揾到啦！八號啊，揾到啦，揾到啦，二號。啱啦，上緊山啦。知唔知八號喺邊啊，先生？前面嗰個可能知啦。四號。即八號右邊。到啦，到啦，到啦，三。哇，好攰，好攰。三號。右邊是呢個咩啊？雙數。知唔知八號喺邊啊 ？Express Service， 好熱啊，好熱啊，好熱啊，成身汗啊！大熱天時仲要掛住咁啊，擺喺身度，真係熱死我啦！唉，呢份咩差工嚟㗎？即係搞錯啊！即係使人唔使本嘅，拎，唔知拎乜鬼。我繼續行。到啦！咦，前面嗰個人做咩啊？做咩打你怼咩啊，先生？有咩好怼啊？有咩好怼啊 ？Hello， 佢拦咗佢啦，佢继续要怼。做咩大战呢个机械？呜！火炉啊，揿。我有冇危险噶？左边有一揿。好啊，试下揿下先。喺度啊，人嚟嘅。Hello。Hello there, my man. Is your boss? 你老闆喺咩裏邊咧？He's in his office. 啊，佢 office 啊，即咩雕像旁邊嗰道門。好。咦？呢個刮痕。要兩個大傷，係咪佢栽走咗個雕像啊？有個標誌嘅。德公烏曼嘅畫像喎。打開。啲古董係咪？雕像其中一件冇氧化，手臂从来冇放喺外面过，佢唔系保龄球嗰个雕像。有个钟，好现代，即系唔系古董啦。品质良好，发现啲东西真系奇怪啦。好啦，睇晒啦。佢唔通卖咗啲雕像过嚟？唔知咧。定系整複製品？其實佢係賣咗個雕像。定係喺度製造複製品，跟住賣嘅。我懷疑我揾下，可能揾到零件喺嗰度啊，嗰度啊。Hello there, my man. Hello， 老闆喺咩裏邊咧？我唔得閒喎。呢啲係帽嚟㗎，鑄造嗰啲帽啊，係倒帽。哇，好熱啊！好熱啊！好熱啊！好，我哋上去啦。哇哇！呢度正，呢度正。金屬熔爐。哇！呢度有刮痕啦，會唔會其實個雕像嚟到呢度啦？一個巨大嘅物體被拖動過，佢帶去咗佢嘅 office。掉失嘅箱子可能就係雕像嘅殘片。哇！咦，好，喺呢度入去啊！得條路添啊，而家，Mr. Holmes， you must forgive my escape with the club。 原諒我從呢個俱樂部逃走啊！嗰度講嘢唔安全，呢度會安全嗎？好好多啦，唔好喺我辦公室講，你知啦，保衞森嚴啊！好啦，好啊，好啊，好睇睇先。好啦，咁啊条领咧就有啲污糟，就粗心大意嘅呢个人。好啦，咁咧佢身上面咧就有啲护身符咁嘅嘢，神神化化咯，代表呢个人。嗰啲金属物体就系护身符。皮宝丁经常咧靠住手踭嘅，即系因为咧佢成日都晾嘢喺个手踭度。晾手落，即系磨穿咗啦。咁就磨穿咗，就有个皮宝丁啦。
哇！你隻手發煙，汽油味。O K， 沾滿油污。O K， 好，仲有啲咩咧？有。需要近距離作業嘅，好明顯啦。呢個鏡係近距離作業，唔使睇啦，唔使估啦。手指受傷，可能有啲複雜嘅工作啦，係嘛？睇下先，係加工粗造物品定係複雜工作啊？應該係複雜啦，嗬，冇理由粗造啦，粗造應該唔會綁手指咯、啊。你覺得咧？你哋覺得咧？好啦，咁一啦，好嚟啦，噔耶！一日啊！好啦，還不到45歲，佢嘅鑄造哇，佢樣還不到45歲。睇下佢嘅鑄造廠主管咧，同埋考古俱樂部嘅會員，佢粗心大志，好可能係獨自生活嘅。佢係一個迷信嘅人，護身符可以睇得出。顯然佢花了大量時間喺辦公室嘅桌旁咧，鋒利物品同埋機友作業。佢嘅工作咧需要集中精神，佢需要眼鏡進行近距離工作。扎卡里亞斯死者，你識唔識死者咧？佢係有勇敢嘅朋友啊，廣結善緣，直到尋日。照片，你知唔知呢個照片裏邊嘅呢個病人？哦，艾爾伯特嘛，肯定係佢啦！呢、這個可憐嘅家伙咧，危地馬拉死咗，死於一種可怕疾病。你睇朋友，唔可以咁講啦，佢係活躍嘅會員啦，勇敢，太勇猛啦。無法抵抗呢龜舌替人的什麼、哎、不知道什麼來的、考察怎樣呢？他們尋找緊個廟，是啊，個廟呢是查爾斯的鬼主意啦。他們呢、我們找到神廟某種神秘的力量阻止我們進入神廟，一種邪惡的氛圍，是德古烏曼的氣場，我們感覺到他病時突然間惡化，我們束手無策。隨著死者的死亡，我就再次喚醒，這些是永恆的，日來世都無法躲避。哇，神經病，迷信的這個人預言，如果不迷信也要大那麼多。究竟死者信不信預言呢？不是信不信的問題，你明不明白、死者相信我們呢可以通過這個力法來破除咒語，幾愚蠢啊。他呢給我們以我們去俱樂部想辦法去說服呢查爾斯呢在力法我取消頒獎，然後呢他就拒絕啦，無論如何啦，研究力法都 無濟於事。德公烏曼太強大了，查爾斯，那你跟查爾斯的關係下不來啦，我們互相看不順眼。你知道他大部分的考察都失敗告終的，因為他總是妄想加官進爵，他有政治的抱負，是低調說法而已，他野心勃勃，加上上議院俱樂部就是他達到目的的途徑，就是他管理糟糕的原因。他仍然取得商業上的成功，我想知道點？其實德公烏曼乜鬼嘢？你對失蹤嘅德公烏曼雕像有咩看法？ I don't know, 我唔知道，我同雕像冇關啊。Keep 啦啦啦啦！雕像冇。俱樂部嘅照片，雕塑創作。瀏覽證據啊！好咁啦。但實在關係大啦，你製造咗雕像，冇錯，十年前嘅事啦，唔可以怪罪於我噶嘛。你唔咁樣認為咩？雕像咧對呢個死者嘅死負責，唔係啊，係德公烏曼啊！邊個會諗到一座簡單嘅雕像複製品會被德公烏曼選中㗎？冇人知噶喎、啊。我要走啦，我要走啦，咪仲有 paperwork 要做啊！係講得太多啦，佢會聽到嘅德公烏曼。好啦，好啦。再見。他一定是收藏了一些東西，我要看看，不過夜晚跟華生一起去，晚上和華生一起闖入瑪莉的辦公室，了解更多他的東西，完成了。哦，這裡有東西看。哦，他已經做了幾
幾尊呢個德高烏曼雕像，原來呢度睇噶，呢度係呢度係線索啊！我頭先冇咁多啊。但佢係咪擋住咗嚟嘅？好似係，唔知啦，走啦。夜晚啊嘛，夜晚嚟啊嘛，咁即係而家翻去啦。系翻嚟啦！有人弹钢琴喎、哦，噔噔噔，哈哈哈哈！少得咁假嘅，佢喺嗰度弹琴。咦？邮差送咗信喎、哦。我哋施小姐嘅信嚟到呢度喎。过去啦，佢搵个女啦。系啦，搵个女。好啦，揾个女啦。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Holmes? 诶，理得我啫，我要过去揾个女嘅。吓 ？OK， 我似乎要拆信喎。嗱，仲唔系拆信？哈哈，拆人封信啊！我而家我控制唔到自己，我一定要拆一封信。呢个系唔系我嚟噶？我嚟噶。呢个系嗰个隔篱个邻居噶。蒸汽。咩？佢话咩啊？蒸汽喎。咁蒸汽啊！I need to turn on the gas burner first. 哦 ，OK， 开火，然后煲水，好嬲啊！我而家要开信啊，隔篱邻居嘅信。蒸汽啦，咪摆过去看啊，摆佢啊，看啦，嗱犯法噶，各位小朋友唔好学。I need to open it with someone. 我需要尖利嘅嘢。拆人封信是犯法的，知不知道？不要學。愛麗絲，你終於動手了，你搬到他的隔壁，你真是大膽，我會讓你神魂顛，他會讓你神魂顛倒的，不過仍然要提防他，他滾我啊。像的。我寫信是告訴你，我找到你父親的船啊，那船呢完全受損，不過還可以漂浮啊。如果愿意仲可以用，你一定知道你父亲同我情同手足，你点都好啦。如果有咩嘢我可以帮忙，请告诉我一声。任何事情，你有几危险？黐线噶！喂，佢似乎系嚟接近我噶、哦。第一日已经嚟嘅时候已经系啦，等埋佢个女堆就系为咗接近佢。而且我嘅缘故，所以打算住喺度，尽快同佢倾倾。比较恐怖的女仔，好恐怖，真的恐怖。想黐翻啲胶水，重新封好。OK， 胶水啊 ？OK， 要搽胶水嘅。右边个樽啊 ？OK， 我都唔知自己揿咗啲乜嘢。好，搽一搽佢，好黐翻就搞掂啦。唔好停啊 ，K！ 我喺阳台透透气。佢喺阳台，即出阳台。好啦，我哋而家去阳台嘅。点去阳台？我行出去阳台 ，OK。点解隔音咁差嘅？闩埋门都听到隔篱。其实福尔摩斯吸毒可能系因吸得太多而好聪明。佢话过咧，佢自己觉得咧个头脑咧，因为太多嘅杂念而好混乱啊，觉得而吸毒咧令佢嗰个思想咧减慢翻啊，所以先至会令佢清醒啊，好似系咁讲。佢吸毒嘅原因类似系咁。I need to speak with Miss Alice first. 吓？哦 ，OK， 我明啦呢边。房度。哦，就呢度。系。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点解嚟呢度？喂，你好啊，你点解会咁问呢？我认为我冇必要话俾你听，你违背咗我意愿邀请我个女啊！我认为你有义务回答咯。作为父亲，你咁样讲，真系故作威严啦！你差啲吓亲我啦。但你咪咁讲啊，好，而家叫我个女翻嚟，可怜嘅孩子，俾佢弹啦，咁样无忧无虑，掩盖令人不安嘅秘密有大有好处，因为你正对佢隐瞒真相。吓、啊，每个人都有秘密，你激死我，唉，唔好担心吓、啊，佢系一个敏感嘅孩子，我好中意佢，咁即系威胁我啦。
我识弹啊，我识弹啊，快入嚟睇下。唉，带边女啊？个感觉系互相噶，你都唔想佢知道你嘅秘密噶，都唔想佢唔开心。我要入去啦，火都嚟啊！我系福尔摩斯，我系伟大嘅福尔摩斯，你咁样咁样玩嘢，你威胁我个女，你俾翻个女好啊！可唔可以过去啊？系咪而家跳过？而家跳过，阿女翻嚟啊！阿女，你正门入啦！好嬲啊！好嬲啊！火都嚟，火都嚟，火都嚟！俾翻个女我，啊，差啲唔记得咗啊！字面上嘅个人经常去嘅热带病医院咧，佢嘅名咧叫詹姆斯·拜伦。His name is James Byron. 佢话佢识诶，吓你肯唔肯顶？你可以探佢噶。首先咧要乔装打扮，我会介绍话你系我嘅同事。扮医生咯。哦。即系医生衫啊？即系佢未死噶？唔知咧。咁啲人个个话佢死鬼咗嘅。好啦，可以过啦，可以过隔篱啦。诶 ，keep 住。俾翻个女我啊！俾翻个女我啊！个隔篱。你行开啊！睇先，左边，左边，俾翻个女我啊！呢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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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翻个女我啊！冇啊，冇得揿，入唔到啊！喂，落嚟啊！死女包！呢度。又唔喺呢度喎，唔落嚟啊！死女包，即刻死女包，反骨，冇义气，拉得个老豆又唔听老豆话，好啦，换衫啦，等阵啦，华生，我换件医生衫啊，等阵啊，好快。如果唔着医生衫会点咧？佢会话我咯，唔似喎，我话你系我的同事喎，即系着成咁，搞掂。搞掂，有冇听筒啊？嗰啲啊，戴使唔使戴翻定帽啊？冇啊，唔使啦。算啦，就咁啦。我觉得好似噶啦。OK， 搞掂啦 ，save 咗啦。华生，我行得啦，华生。搞掂啦，即系 OK 啦，套衫。搞掂，医院。好啦，套衫好得意，好笑，好嬲啊！我个女反叛，哦嚟到啦，哇！应该整个地中海头啊，系喎，应该扮你喎。Oh, Dr. Watson, may I help you? 应该帮手嘛。Hello, Ben. 你好啊，我同事咧，你要见拜伦医生嘅。Byron. 哦，佢病得好严重喎、啊。窗边嘅小间隔会揾到佢噶啦。哦 ，OK。病人去热带疾病科进行治疗，然后回家了。咦，做得咁啊？唔弹出去嘅佢。诶，冇冇嘢查。点解佢唔弹出去嘅自动？冇咯。诶，个名睇唔到嘅。OK。This should be the right place.我哋想捉嘅人可能就喺呢度啊！哦，呢度。呢个边位啊？玩嘢啊！佢有窗口噶嘛？呢度。有窗口啊！啲恐怖。哇！似系佢啦。似系你。单眼啊！单手添，冇中。Mr. Byron， 拜伦先生，做医生，拜托啦，我啱啱接受治疗，需要离开之前休息一阵。医疗绷带，眼病。脖子上嘅红印，身绑铁链疾病嘅痕迹，冇理由身绑铁链啊啩？但系唔系，如果系铁链嘅话，会唔会系因为佢着住嗰件盔甲走咧？可能系嘛？
好，這個一陣再集結大家觀眾的意見，即我們看看下一個先，看看下一個先，會不會就是盔甲人呢？同埋哈哈哈，哎死，我按錯掣啊，按錯什麼啊，我按錯了 space 啊，咦，但都是新前還有鐵鏈的，哎呀，我按漏了個鴉片味啊，眼病啊，我按少了掣啊，我不小心按了 space 啊，即是即是這幾樣啦 ,Total。哦，他摸一隻手就是這麼多。摸一隻手怎樣拋那支矛？又是喎、哦、!45 歲左右是一個考古學家，他是前會員，俱樂部的人以為他死了。艾爾伯特呢考察南美的時候呢，他患了病影響他的眼。多年前呢，他未知的情況之下失去了一隻手。他有毒癮，經常去擁擠的市場附近的鸦片馆，佢系佢嘅身体上面有链条嘅痕迹。好啦，好唔小心，系啊，唔小心揿落去啊！问佢考察我，似精神病院嘅人，RPG game 系啊，算系咁啦，算系啦，推理 game 咯。可以答得吗？答咗啦。可是不是鬼？为什么我是鬼呢？请问好了，开始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关于14年前的进行一次考察。考察？你搞错了，我从未离开过伦敦。给他上去，带他，带他，我附上给他。危地马拉的相是不是你？德国罗马，啊，贝尔的医生，快嚟啊！我觉得唔舒服啊，救命啊，救命！头痛。What on earth is going on? Please calm down. 冷静啲。I'm sorry, my dear colleagues, but Dr. Brunt is waiting to give. 提供私人会诊啊，你哋可以喺呢度等嘅。You can wait here. 佢摆到明想隐瞒啦。What should we do next, Holmes?點算啊？你冇注意咩？我哋必須耐心等待，不過我哋可以利用形勢啊！快 search 啊 ，search！ 係啦，我都估到啊！地址幾乎認唔出，熱帶病醫院，卡拜先生，地址黑街221D。巴倫先生，醫生好高興咁確認咗11月25日嚟嘅預約，請一大早來，二大科。唔乜用？红苹果，佢买个中国烟，食到佢跛手啊！嗱仔，啊食中国烟会跛手噶，鸦片啊啫，哇恐怖！佢同布伦特先生会诊 ，OK， 马戏团经过过，传单嚟嘅应该系。哦，冇啦，你仲喺度？我喺度等紧拜伦先生啊，佢冇同你一齐。冇啊，会诊后佢直接走咗啦，佢唔记得攞私人物品。哦。Holmes， it seems to be 睇嚟佢似乎逃走咗，好明显啦，我知道清楚佢真实身份，快啲，我知道点样揾到佢。好啦，翻到嚟啦。剛才我好像拿了一些東西， 要找是吧？沒有啊，沒有啊，按了一些櫃啊，這些哦，這裡啊。 Thanks to the information I obtained at the hospital, I can now deduce where Albeit is hiding. 找到了。 We know that Albeit paid a visit to 鴉片館、擁擠市場、賣馬戲團，他還買了一些中國煙，買了中國煙。 Let's find a place in London where all the elements are supposed to go. 集齊四種元素的地方， OK?好，系呢、這个呢、這个词啊，系移动地图，有马戏团先，有马戏团，有市场，有烟馆，喺呢个框框里面嘅呢啲，系但系冇左下角嗰、那个，呢四个，后边四个，哎，揾到啦，揾到啦，揾到啦。
Now we need to find a street name ending in O. 廿一啲。嘅 O O K。O O K。Here it is. 21. 揾到啦 ，Box Street。Watson, I believe we found all the. 我哋揾到啦。Yeah。搞掂。系呢个啊？哎呀，我咪揿错啊？有冇揿错啊？冇啊，嗬。我睇唔到，你行得太快。我系咪揿错？应该好似冇啊嘛。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又啱喎、啊。好就系、是、完啦。好啦，到啦。喂、哎？喂、哎？都门开咗嘅。边边先系夹嘅？啱啊，边边先啱啊。佢正望住嗰个，应该系，就系啦。敲门敲门，哎呀，应该换翻件衫啊！我仲扮紧医生。咩事 ？You hear that? Quick, we have to open this door. The door's too strong and the lock is too solid to break with bare hands. 点算啊 ？The door's too strong and 点算啊？点算啊？点算啊？喂喂喂，行啦！攞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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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攞嘢啦！攞啦喂！喂攞啦！系啦，快啲啦！快啲啊！劈佢，仲劈？劈！快啲啊！救人啊！救人啊！救人啊！劈多下！救人啊！得啦，劈烂咗啦！得，知道知道知道，嚟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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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冷静啲，里边嗰个等等。得得得，冇问题冇问题，等等啦、啊。撞得难啦系嘛？等我、啊，咁冲入去得啦系嘛？跳跳入去啦，不如福尔摩斯跳入去啦。得得得，入啦入啦。哇！箭啊，避开佢啊！点避啊？劈佢！闪开！跳！斧头后面。我咪执翻斧头先啊！喺上面啊！喺上面啊！点算啊？系咪攞个台敌挡挡住啊？点算啊？如果个个绳子窗帘会挡出嚟，哎哎呀！哎呀！原来要揿 A 啊！好刺激！激死我！激死我！手汗都出埋。得得得得得，咁即系我要攞咗个斧头先啦，系咪咁意思啊？行过攞斧头啦，系啦攞，叫飞过嚟。好行呢边，张台有嘢系嘛？系咪行过去啊？要匿下边。系啦，我估到啦，嚟啦，放开，飞过去，使唔使飞过去啊？冲过去先，挡住先系嘛？Cover me！ 我点啊？点揿啊 ？Q 啊？点啊？头先要做咩？阿新要开枪，匿咗喺度。啊！点？我射得唔啱啊，可能。咁所以就射中咗我啦。再嚟个，再嚟个，再嚟个。系咪佢起身嗰下先开啊？开枪啊！又唔系喎，佢我几时先开枪啊？冇限服噶啦，有你唔好死啊，福尔摩斯！入子弹，入子弹，放开又唔系点啊？咦？射睇下，咦？射边啊？睇下射边啊？有冇人答我？系咪射窗帘啊？死得啦！我应该射边啊？射边啊？问题系右掣咧，右掣咩啊？右掣目标。哦，右掣系目标啊 ！OK OK， 双近又双近双近。得唔得？今次得啦啩？终于卡完啦，我。加油啊！
福尔摩斯。点解佢唔系单手嘅咩？点解可以、可以射箭嘅？唔知道，可能唔系佢嚟嘅。Pack yes， 搞掂，行啦，在你上边 ，W W， 喺你上边啦、啊，得 ，OK good， 避开咗，避开，成功避开，行得啦，得门，锁住。D， 喂，我揿咗啦，喂，先生，我揿咗啦，见到我揿咗啊，我个反应太慢啦，女。咩先 ？D 啊 ，D 啊，我哋狂揿啊要，我揿几下啦，哇，好型啊，嚟啦，闪得几型，我哋福尔摩斯医生，你再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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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多香嘅周围，拜神嘅呢位啊。Watson， come here。过嚟啊！佢喺幕后边啊！哇！咩事？咩烟？吓？吓？上面咧？咩事啊？点解唔见咗嘅？ Our attacker escaped through the skylight。哦，我仲以为佢真系可以变身咁劲，但系点解咁嗰窿咁细可以逃走？系啦，喂，有冇可能啊？咁细个窿，呢度条绳啊，两个都揿咗啦，好，再查呢度先。诶，唔通我哋个雕像喺呢度？原来喺呢度啊！你问，可能问佢边个嚟杀佢系嘛？啊，你讲啱佢个本啦！你可唔可以取低你个面具咧？你系艾尔伯特系咪？你系查尔斯俱乐部嘅会员？系啊，我曾经系。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你探访完医院，我就翻屋企啦。我瞓喺个 sofa 度，感觉到房间里边有股邪气。邪气，唔好提啊！唉，可能我烧糊涂啊！我哋真系烧糊涂啦！邪气发烧，马日历，咦？证据？真系死啦！可能是一座活雕像，是啊，正是两座雕像之一。哎，在这里还有一座，我看到他的影子，他在找我，他想杀我，太恐怖了。就在这个死者的凶杀案那里，蓄意谋杀的受害者外面呢，面前的雕像，我需要检查你的住所，可能会有些线索。可不可以告诉我14年前你去危地马拉考察的事呢？是我以前的生活，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你死了，我病了，发高烧，我呢就他们留在那里，我都忘记发生什么事了，脑子就有一些记忆的片段，不过呢我奇迹地生存了下来，我没有一只眼和没有一个手，我用了很长时间最后辗转回到伦敦。为什么你会用化名呢？哎，不出我所料，那次考察标准我职业生涯的终结，它结束了我原来的生活，我改名换姓，隐居了起来。现在我软弱无能，孑然一身，就好像行尸走肉。不是很久，可能是这样，我的座就一点点消失了，得光乌曼的报复。死者，你知道死者呢个凶杀案嘅嗬？知啊，略知一二啦。我睇报纸咧，有人话用矛枪杀死嘅。佢热衷考古，仿佛咧就一个令人肾上腺素上升，就好似死时肾上腺素状态，佢系好似猎物咁。咁边个系猎人咧？特工乌曼啦，无论你边个，你系啲乜嘢？反正到嚟讲，一切都就系结束。二楼有一扇上锁的门，可唔可以俾锁匙我？好啊，冇乜特别嘅啫，里边。好啦，咁样嘅话，我真系怀疑呢个系凶手。有啲似啊。点解咁讲咧？嗱，首先咧，佢呢度 p
噴完煙之後，然後扮有人在這裡逃走，然後其實他就根本就躲在這裡。是的，你明白嗎？被我發現了他躲在這裡，所以根本剛才攻擊我的是他咯。剛才他，你有沒有留意他一入門口那一刻呢，不是有很大支矛這樣飛過來的？這支矛就是證明了這個就是有機會，就是他殺，就是他丟支矛去殺那個人的兇手。但他跛手怎樣做到呢？他的左手用，可能他根本是左腰呢。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同不同意？因為他有鐵鏈纏住。是啦，不是那些不是叫鐵鏈纏住，是有那些金屬的痕跡 在手腳。大家同不同意呢？查一查那些东西先，又是被锁匙来的，不知道下面间房啊，我知道啊，我看看有没有得这样啊，没有，只是得这条绳子，看过了，看看华生什么意见先。 next, 好啦，完全没有意见的，原来帮你看着的。雕像曾经在这里，现在没有了，看来呢雕像可以，可能是通过天窗逃跑。铁制的安装杆断了，有人捐了个雕像嘛，即是那个神秘人不知道是谁，即可能就是他。其实他根本就是藏在里面，难道即是我想表面损坏了 OK 按了，想知道他们对他做了什么，搞到这样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个应该是有些真的深仇大恨先报复的，我怀疑可能他将个雕像然后呢就拎过来捐，然后呢就自己躲了进去里面。但雕像不是实心的，为什么躲进去？他特登叫那个人，刚才那个人，那个铸造厂那个人做一个空心的，然后走进去里面，做个假的。是啦，没错啦，根本是这个人咯，很明显。查一间房是什么？是，现在下去，下去查一间房先。哇啦，你看啦，这些都可以躲人的，你明白吗？同一个道理啫嘛，即系盔甲，冇错。哦吼吼吼，好啦，我克劳迪奥若俄什摩今天起为咗子孙后代。俾阿尔伯特同埋咩充分权利嘅自由？吓、啊？哦，批准释放奴隶，原来佢唔系病咗，佢系俾人捉住咗啊！然后之后俾人释放嘅奴隶啊！但系佢明明见到有病嘅，有只眼冇只眼嘅。点解嘅？佢本身系俾人捉咗做奴隶、啊。但系嗰时系一日八百一年噶嘛，幅相。吓、啊，会唔会佢嗰阵时俾人哋捉咗咧？系、啊、咯，唔知道。我了解你的痛苦，不过请你明白，我这样做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护你。我怎么能 回到真实的世界呢？如果任何人发现这一次失败的冒险，以及我被奴役将是奇耻大辱，我会永远沾污我儿子的名声。哦，原来他做过奴隶啊！即是去做探险的时候被人捉了。是啊，我的记忆留在德哥乌曼神庙会更加好。我回来最后一次见你，我打算咧带住珍宝孤独咁死去，呢个系我终其一生考古嘅结局。我嘅一位法警朋友会帮忙处理买卖，你将获得全部嘅收益。请不要难过，我嘅死咧系一种解脱。我已经安排咗葬礼啦，永别我嘅挚爱，希望你会原谅我。你可以过上幸福嘅生活。佢嗰个警察朋友嗰幅信就系佢嘅，唔通个女人？系咯，系咯，系咯，系咯。他一开始喝酒的朋友，有酒又有信的女仔信的。哦，是不是？看看风女。是关他事吗？会不会啊？是关他事吗？他说有个法警朋友。哦，即是我们的法警朋友，即是。好，退出。好，继续。好，有埋相添。妻儿啊，有仔噶，边个系佢个仔啊？右边咯，唔系啊，边个系佢仔啊？真实咗，唔喺度啲鞋帽啊，你打出去啦已经。O K， 我睇睇先。
咦？诶，咁打开嚟有咩用啊 ？O K， 墙上裂缝，手印可以移动。暗格。哈哈。咦？喂、哦，突然间好刺激喎、啊！呢个模型系远征危地马拉后嘅建立嘅。1894年，13年嘅喎。内部精心设计，不过我睇唔清楚。做咩13年后你铸造呢一嚿嘢咧？系咯。This model was created after the expedition to Guatemala. 冇啊，冇嘢睇噶啦。搞掂啦，睇晒。好啦，好睇呢边啦。有咦，有人瞓噶喎呢度。This bed is very small. 哦，佢仔啊！佢仔喺度住噶，佢困住佢仔啊！但佢仔唔喺度啊，而家佢仔间房好啦，睇下呢度先，再调查。头先咁心急咁行入嚟，完全冇调查过，根本呢个人就系好迷信，好迷信。有冇得揿嘢呢？好似冇啦，好啦，上翻去啦。啊，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混乱。唔系佢搞到咁嘅咩？上面嗰个。好啦，上翻去同佢讲嘢，极有可能要同佢讲嘢。系啦。小屋里边有张床，有人瞓过喎。系我个仔啊，隔篱瞓嘅床。我死咗之后，我妻儿咧就去咗格拉斯哥，我一翻到嚟就布置咗呢间房。佢哋知道你嘅事情，我仔啦，格列佛偶尔会嚟啦。不过我怀疑，同一个残疾嘅父亲一齐生活系点样生活啦？佢哋会再次失去我。呢个系乜嘢咧？请问？啊、你怎麼找到的？沒可能。答我，17年前我建造了德公烏曼的神廟模型。動身考察之前，我們將模型放在俱樂部的地球儀裡面。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在危地馬拉的時候我夢見缺少的部分金字塔，然後我們進入了神廟，我看到生動的幻象。等等，你們進入了神廟？是啊，我們進去了，而且咧揾到咧幻象里边嘅金字塔，我太虚弱啦，我无法解开入口嘅谜团。我功败垂成，我一直想知道原因，所以我就一翻嚟，就按照你嘅幻觉重新修建咗最后嘅部分。冇啦，但我要死啦，至少我个仔会知我尽力完成我嘅毕生嘅作品。好啦，搞掂啦。推嚟啦！哇，咁多嘅模型啊，模型病会唔会咁啊？又唔系、啊、幻想攻击者？得啦，揾到个啦！查尔斯博士同埋呢一个伯纳德，佢证词咧与艾尔伯特嘅证词啱啱相反，不过佢哋都唔想谈论神庙。儿子和病，儿子和说法，儿子月窗儿童，仔嚟噶嗰个系某个身材矮小的人，可能是艾伯特的儿子，可以穿过屋顶小窗户，系啊，知唔知啊？咁细都，其实那条绳咧，唔系佢，唔系头先射我那个人走的，是佢个仔走咗，静静鸡逃走，系咪啦？查埋其他證據先知嘅。體能，體能同病，嗯，病同説法，攻擊者，模型同説法，日曆，模型同説法，唔得嘅喎。幻想，模型同幻想係嘛？阿依達。
阿爾伯特的方言，哎，你要選啊，阿爾伯特要設法進入最後的金字塔，只能建造一個金字塔模型。真相，阿爾伯特呢不需要進入金字塔來建造模型，他可以利用想像力。阿伯特兩個都說沒入到去，但他自己不是入過去嗎？是咯，不要緊啦，方言啦，好，再來。幻想和病啊，可以完成德高巫曼神廟模型。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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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到嘢，連到嘢，發現神廟真相，利用俱樂部的模型查探探險隊員害怕談論德高巫曼神廟裡發生的事情的原因。哦，似乎有啲嘢咯喎，發現神廟嘅真相咯喎，即係又要攞啲個文化。攻擊者同埋體能，攻擊死者同埋艾爾貝特嘅人係一個老手，無辜嘅兒子，小孩子唔會有充足嘅體力同埋智力成為兇手。佢方稱係佢嘅兒子，嗰張牀可能屬於其他身材矮小嘅人，可能係兇手。哇，好複雜啊！小孩子不會有充足的體能，我覺得這個，你覺得呢？是？因為之前你是懷疑他的嘛，這個是，還有這個是有問題的喔。這樣？又不對喔，不是不啱，你之前那兩個選項要轉。哦。不似喎。是不是要轉啊，那個？你試試。這個不是問題，可能是這個的問題。咦？都是查，講是查爾頓有。冇理由查尔斯噶，而家讲到嚟呢度咯喎。佢咪话有个可以去调查佢嘅。即系我哋要调查多一次先知噶啦，最后都系要。呢个未齐啊，你仲有三个嘛。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好啦，再去。佢咪话攞多啲证据又去揾到佢倾偈嘅。O、okay、K。Thank you again for saving me。唔好客气。What should we do next？ 我哋好似要走啦。即系唔知佢系。兇手一定是俱樂部那個，是不是要問他呢？現在拿著那個模型對他啦，模型啊啦，這樣你是不是去過？可能是這樣，你是不是入過去？是的，類似的。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